就是将近加了一百了。作者，你说最后面吗？作者，可是我前面放的都是满，我这边看都是一耶，一开始都是在加一点而已。嘿，还是他随着时间会比较多。可能吧，你们可能最后的话就36个07分，现在可以放吗？现在不行，现在不行了。就来场测试就知道啦。因为我记得刚刚一开始放的时候，我印象中都是一分啊，之前也不是都一分吗？你说马上一场测试吗？对啊，啊，马上一场测试啊。对啊，城门修复。哎哎哎，你哦，测试测试啊，而且还没有装备测试、欸，用 OP 测试。冲啊！冲啊！飞过去啦！没有抢零粉，冲啊！抢零粉，冲啊！回家，杀了他！我没有要抢零粉。你们要干嘛？为什么你们抢了零粉，一个零粉之后就、欸、不对啊？你、欸、哦，你们零粉怎么、嗯、分数？我们在扣哎、欸！哎、欸，他没有修哦！啊，没修哦！没修，所以蓝队不用放、哦。没关系、哦，你们放你们的。有几个？我等一下，我先丢，只剩一个就好。哦，我身上有一个，我身上有一个五分，一个五分，好难，一个五分哦，对，哎，我要止血，我要止血，那我60个就300分，你是拿钻石钻吗？冲啊！哦哦、不要止血好了，反正他们那个，那、啊、你还有多的吗？冲啊！等一下，你为什么全身钻石装？好像没有卖钻石装哎、欸。哪来的？至少变出来的。那我就不止血了。零粉换的，零粉换。不用止血，不用止血。我们等一下重开地图啊。它虽然有重置的啦，可是重置六道很完整。对啊，是要跟他买，不是用、嗯，不是开箱子的、啊。还是刚刚有重置按钮之类的。没有，刚刚重置按钮没按啦。哦，对啦，重置按钮没按。好难跳。然后它底下的饲料好像还没完成。嗯、好可惜哦。武器的新最箱子在哪？因为我刚刚看到巧克力有下去哦，对不对？对，嗯，其实他旁边是有那个地道、嗯，是到对方家里的门口。哦，就瘫痪之后可以过去啊。嗯，它下面的设施还是有啊，只是先把它堵起来，还没完成。堵起来，棒、嗯、棒，未完成，未完成的东西，没有试吃的必要。那 DLC， 我们等他 DLC 出出来DLC 可以了。这个 DLC 要不要付费啊？看到，这里我记得这边吧。免费 DLC， 佛心公司，佛心公司，佛心的佛心的佛心佛心。他地图名称还是打 Beta 好吧？还是 Beta？ 对，免费宅，抢先试玩版。Beta 的几年，他就变正式版了。对，几年，希望那时候我还在玩麦块了。哎、欸，希望，应该还会、喔欸。好强哦、喔！上面的那个村民有啊，时间快不够了，25个，一个在树上，25个中介石、啊，我已经中介之眼，25个，嗯，好像没有变错吧？教室，感谢小起点，我在练习跑酷啊，跑酷，我在练习跑酷啊，可恶！有人说丢珍珠上来就好了，跑酷不容易耶，有、嗯、还有重置游戏。嗯，有重置按钮。噔噔噔，中。好，我相信他完成吗？我觉得应该 OK 啦，试试看，试试看啊，试试看。哎、欸，其实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这边有中介箱，里面其实也有一个中介箱，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冰块带进游戏里面，是不是？嗯，请勿如此。我觉得好像是哦。我把中间箱打掉。没有，因为其实那个城堡的中间箱藏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我刚刚有看到是在那个中央那个房子的那顶楼的那屋顶处有一个中介箱。啊，那我们让观众进来啊，对决。好，耶。那个分数有办法调吗？我不知道、欸、我看一下。好，给他自己看一下，然后我让观众来。嗯，看一下自己放在哪里。然后看到了。啊！啊！嗯。啊 ！Soldier, red less, blue less。被 TP， 我在看东西，一直被 TP 走。哦。所以这 TP 机制到底是什么啊？我想看看地图、欸、到底为什么是 random 是不是？是 random 吗？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是 SR 是不是？ R 是 random 啊、欸、对啊，应该是 R 吧，对啊，应该 R 啊，刚刚 DN 都进来了，没有啊，也包括你自己啊、嗯、对啊，应该是 R 啦，这是开始，等一下，嗯，啊，所以说那个更新呢，取消分队
他更新什么？这是巧克力的专属。哎，对啊，繁星繁星巧克力是什么？嘿嘿，对啊，这个下面那个是，哎、欸，要激看得到吗？哦，来 ，P P 啊，是这个意思吗 ？P P 是这个意思吗？是啊，是是是是是吧？什么东西？就不止吧？就这样而已吗？就这个而已吗？真的假的？哦，难怪这边有什么意义？难怪，难怪我每次按它都会在里面。原来是这样子，他也想要传我了，真是。所以这就是更新吗？原来如此，好哦。仿巧克力系统，哦、所以哈雷会兴奋、這個。不是仿巧克力，是真巧克力。我看到一半哦、啊啊啊。什么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阿基。阿基，我没有按啊，不错。刚刚为什么？刚刚为什么突然就这样？我刚刚跑到一半就这样嘞、欸，嗯，没有人按啊，没有人动啊。我也是在那个啊，我也是在大厅这里啊。我在看哈雷彗星，我都在大厅、啊。哈雷彗星这一颗吗？对啊。他是去你那边，还是刚刚地牌在跑？哈雷彗星啊，嗯，不然拿下来。还是说刚刚重置不成功？因为有可能是会不会是重置的时候，他分数还在减。有可能、啊欸、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他那个有没有重置。嗯，正常来说应该是不会，我看他指令机关是没有这样子。哦，毯子上面又都是水，死布布。侦测在哪里啊？布布要尿尿了。哎、欸，不是啊，真的啊，他重置没有重置干净啊。所以那个还是会继续靠。开伺服器了。他钻石装还没有，钻石装放回去就好了。自己手动放回去，其实他是有弄的，只是他没有成功啊，没有跑到吗？哦，对，他有出现了，无法将方块放在世界之外，他没有读取到。哦，没有读取到那个太远了，坐着，这边啊，太远了，坐着坏掉了。你要重置的时候，你可能把人 TP 一个人过去那边，然后再执行这一串，嗯，才会这样子才可以执行完毕，嗯。经验谈，经验谈。你说哪个谈？那种吗？那个谈，老谈。经验老谈，听到不舒服的。我在找到那个经验谈。谈啊，那我知道那个巧克力，等下我先过去你家再按一次重置，因为他刚重置不干净。怎么了？没有，刚刚重置不干净，还有我们刚刚又跳了一下。有。又红方获胜，哪一方？炼狱方获胜。红方，哦，没注意到。按一下，再按一次看吧。没有，我在中间呢，再按看吧。哈雷彗星，按呢？按个重置吧。好，重置。重置。重置完成。有吗？有字吗？看哈基那边的成功没有？他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他刚那个 TP 不知道是为什么会 TP 过去，他就这样而已。不是。他刚刚那个 TP 是游戏结束吧？不是，我指定去对面看啊，就没有这个东西啊。什么意思？奇怪啊！他是有我刚刚就不懂，他为什么大家突然被 TP 过去？这个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是因为游戏刚刚游戏结束啊？啊，就说没有这个指令方块哈。找不到啊，那你看这样要不要重开地图比较好？合啊，我觉得重开会比较好一点。重开一下，就跟重开地图，重开地图就好了。就还没手提东西，不要重开机啊！我还没找到那个、欸、他的判定侦测就加速在哪里？等下还是自己规范了，他可能藏的比较隐秘，没关系。对啊，像刚刚那个 TP 可能也有藏嘛，不然的话也不会 TP 过去。游戏结束应该都有 TP 过。太强了！他就是避免被破解，有没有？藏的隐秘，很怕技术被偷走，是不是？就是像之前高超的技术在里面，之前不是有一个会。一到那个指定方块区域就把你 TP 走，但那个是啊，真的很怕别人看的那种啊。对啊，对啊，其实这个在国外蛮多的，因为国外的话，国外地图很多的，他们会你一到指定区会把那边全部炸掉的，也有。好像有印，我之前好像有看过，哦，就一进去就问怎么爆炸声，然后里面就嘣嘣嘣，然后呢就没了，然后整张地图就没了。对啊，哇，科技守的好严实啊。毕竟那是人家研究辛苦研究出来的、啊、有必要这样吗？ 啊我被打下去了。可能国外有吧，因为台湾是还没出现过那种抄袭的。哎呦，
或者是他不喜欢被改。暑假我要来做一些、没有啊，台湾小孩没有那么闲。大家主持人声明，我的界面都给你讲了之后，你那个尽管猜，尽量猜啊，看得懂的话尽量去用，弄出各式各样的地图都 OK 好不好？就不要一模一样的，然后改改名字就丢上去，这个就是不好了。不要变成密间工程。没有啊，密间密间。对，要么是毁灭工程站、啊。圈圈，你这样不行，圈圈你这样不行。哎、欸，哈记，圈圈你这样不行哦，我觉得你这样不行。啊，你可以先打 KIL 哟，圈圈啦。哦、他也是穿，他也是穿那个，他也是穿那个装备啊，还好吧？这不是上次就有了吗？啊，是。这里还有一个哈雷彗星呢。瘦的。加入。啊，是。红的。嗯。刚刚进不去吗？刚刚我进去了。我看太高了，超高了。不用那么高啊！我刚看刚刚在旁边飘超久进不去。I'm sorry. Hey. Hi. Hey. 啊，八打八，两千分应该可以吧？嗯。他可以调分吗？他会上上下下的呢。好，分数会起伏哎、欸。可是八个轮。因为还可以让对方变零分啊！好吧，那就我们可以挑战让他们变零分，就是我们有没有？是我们。反正就先规定两天嘛，如果太久就啊，找到了，在这里的。两天，可以啊。哪里？他原本预设是2500哎。哦，他地图说明是5000啦。可能是不是之前的啊？没有改，文章没有改，对不对？对啊，2500哎、欸，这边怎么多一个这个东西？2500有点多啊，打国战吧。哎、欸，你盖什么东西哦？刚刚你这样不可以啦！不是啦，我要盖箭头啦，什么不可以？不是箭头啦！哦哟，你们这是思想不？什么东西？刚刚你这样。刚刚你这样不 OK， 你在干嘛？啥意思？这是箭头，这是箭头，这是箭头。刚刚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这六个，哦，你这个不行啊，哦，干不起，或者是他归零这样子。六，嗯，好，2500嘛，不然盖斜的。1500，哦，1500吧，我看好。哦，杠杠哦，为什么翘起来了啦？什么翘起来了啦？什么翘起来？箭头啊。为什么只敲？哦，不行！哎、欸，我觉得刚刚你盖什么东西都不行、欸。哈哈哈哈哈！你要盖比较好啦。刚刚这样不行哦、喔。而且明明是蓝色，然后黄色的、啊。音乐，这个是要盖烟囱是不是、啊？没有，刚刚就是有人盖不够高，他跳过来了、啊，所以才盖高、啊。我帮你一起盖高一下啦。嗯，刚刚学坏了，搞不好他本人。欸你是在盖钻石剑，我猜不猜得对不对？刚刚学坏是你们还不够认识他、啊。对 对, 對，你们还没认识他。他表面功夫做得很好，在美国自然而然就是学坏了。你们还不认识真正的我？哎呦，听起来有点中二。刚刚感觉好神秘啊！哦，钻石剑，这边黄金黄金剑。那他这样，他们都还没选蓝队。好啦，不盖了啦，我放弃了啦。啊！你都盖出矿拆掉了，还拆掉了？掉放弃。杠杠硬起来，什么硬起来？啊啊！拳头硬起来，要打一波，对不对？尬死硬起来。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解释可以。所以刚刚你硬了吗？不要这样。我是说你硬起来要振作了吗？对，正在努力。振作起来，振作起来。起来，起来。啊，你肚子好了。啊，我刚刚吃莫卡莫多啊。我知道啊，我说你现在肚子好了。对呀、啊，莫卡莫多半个小时一下就出来了。其实你这是在业配吧？对啊，我没有业配了。你接了多少？你接了几颗？他给他给你半个小时就好了哦。他给你几颗？他给你几箱？我没有业配。
原来是叶屁不选啊，他们都不选、欸。我觉得直接把他们封起来好了，这样就好了。都不选，对对对对，那个男的好奇怪哦。我在练空碟，你不要、哦、不要练空碟啦，来选的啦啊啊！哎、欸，这个没有看着地图的哈雷彗星吗？有啊，有啊，有啊。我还看到怎么、欸、你的东西、欸欸、啊？不是这个按错了哦，好、哦。哦还要随机分队啊！我们又要下烟囱了。突然把那个关起来，我以为是狗。又要下烟囱了，下烟囱了。圣诞老公公，我以为是这个。开车好白龙哦。你先按，你先按。好，按了。按了。OK， 他去下一个标志啊，主角是不是这个？哦，那个哈雷彗星哦，下夜冲哦，真的哈雷了，踩去踩压力板，去踩压力板，哎，这个一定很干，他好不容易跳上来，要重新按，这个，气死，你们在笑什么？开心？没有，哦，这是什么？这 有人很开心的跑过来、欸，开心跑过来什么意思？不是我啦，哎、欸，其实是打错，他打错啦，那个 P 开头的哈，都行。哎呦，那不叫假团团吗？还有谁没选啊？还有谁？